奈良冈工大，这位日本的最强高中生在近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上个月也连续两周闯入世界羽联公开赛的男单决赛，最后夺下了新加坡公开赛和台北公开赛的亚军。这位状态越来越火热的日本小魔王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奈良冈工大，奈良冈工大，来自日本本州最北部的青森县，出生于2001年6月30日，从小就读于青森市浪冈南小、浪冈中学和高中。2020年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日本大学，主修运动科学系，所属机构为国际管理集团的日本分部 ING Japan， 右手持拍。他在今年已经升级为日本国家羽毛球队 A 队的成员了。奈良冈从五岁开始在父亲的启蒙之下接触了羽毛球，也爱上了羽毛球，开始了他的羽毛球之路。他的父亲奈良冈浩本身就是一名羽毛球教练，他在2022年创立了浪冈青年羽毛球俱乐部，也是俱乐部的教练，所以奈良冈从小就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在父亲的指导下不断的锻炼与成长。奈良冈的爸爸起初觉得身为父亲很难以教练的身份教好孩子，一度很不想继续指导奈良冈，所以出了一个艰难的任务给当时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奈良冈，大概是希望奈良冈会受不了这样的训练然后投降吧。那个艰难的任务就是拿着羽球拍挥拍练习，每个星期两次，但每次要挥拍挥3000下，听起来真的又累又烦闷。但是奈良冈非常认真的努力，连续四个多月都没有中断过这项练习任务，到最后受不了的是爸爸他自己，所以最后也继续成为了奈良冈的指导教练了。热爱羽毛球的奈良冈其中一个自小培养的兴趣竟然是和墙壁打羽球，他常常在家里练习打羽毛球，很喜欢在房间和墙壁打羽球，结果打了五年后墙壁都被他打出一个洞来了。奈良冈从小就展露了他在羽毛球这方面的天分，在小学四年级开始便在日本全国小学羽毛球锦标赛中连续三年夺得男单冠军，然后到了中学，他继续展现他无敌的羽球能力，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连续三年称霸全国初中生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选手。他在2016年的时候也创下了日本最年轻的全国青年锦标赛男单冠军的记录。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14年，也是他仅仅13岁的时候，便成功获得全日本羽毛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是日本史上最年轻的参赛选手。虽然最后没有夺得奖牌，不过他在首圈便激战了三局，战胜了当时比他还年长6岁的保木卓朗。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小小年纪的他便展现了非常优秀的羽毛球能力，也难怪他在日本会有最强高中生的这个称号。在国际赛事方面，虽然他一开始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是近几年来他的表现是越来越好，在2018年的世界青年奥运会上夺得羽毛球男单铜牌，他也成功夺下了世青赛银牌，当时是败给了世青赛三连霸得主的泰国天才少年昆拉布。奈良冈在之前的访问中也曾经说过，跟他同期的选手当中，其中最大的两位对手也是泰国的昆拉布和印度的拉克沙森。在2019年开始，奈良冈也夺得了不少国际挑战赛冠军，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来，他更是参加了 BWF 中更高级别的公开赛赛事，也开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在2022年目前为止，虽然奈良冈还未获得任何国际公开赛的冠军，但他也打败了不少排名比他高、比他更有经验的选手，成功打入了韩国大师赛、新加坡公开赛和台北公开赛的大决赛。在今年的新加坡公开赛上，更是打败了 Pranoy、Jonathan Christie 等顶级选手，闯入了他生涯首个超级500赛的大决赛。奈良冈的打法有点像桃田，被誉为桃田的接班人，也有人说他是男版山口茜。虽然身高不高，不是属于暴力杀球型的球员，但是他跑动积极，防守稳健，往前控制得很好，也有一板突击，关键是他失误也很少，
非常耐打，很能磨。这位小魔王的牛皮糖式打法往往会让对手到最后会吃不消，他即使面对排名比他高的选手也不会胆怯，打得非常有耐心，通过节奏的控制来创造进攻和突击的机会，精准的落点，减少失误，从而克敌制胜。奈良刚在台北公开赛的半决赛对手台湾的左手重炮林俊毅也曾经表示，奈良刚的节奏打法跟他很不合，让他的速度发挥不顺，而且他破坏节奏的能力非常好，是个用头脑打球的球员。比如在近期的新加坡公开赛大决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金鼎是以2-0击败奈良刚的，但其实赢得一点也不容易，很多时候比分都非常焦灼。奈良刚非常大胆的和金鼎玩往前球，控球能力也很好，很精准，让金鼎主动进攻的威胁性都被减弱了。当然奈良刚的防守也真不是普通的好，金鼎的强势进攻都让他守住了，可以说是个难缠的对手，非常有潜力的后起之秀。那么你们对于这位日本最强高中生有什么看法呢？也请你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哦。谢谢你们看完这支影片，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请你点个赞，但是请等一等，我还没有要说再见哦。谢谢你们让这个小小频道突破1000订阅大关。为回馈所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们，我的老板 Nico-chan 有小礼物要送出哦，就是限量版的小袋 TTY 联名口罩世界第一纪念版，我们会抽出两位得奖者，活动详情和参加办法就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当中。谢谢你们的支持，也祝你们好运，希望这个小小频道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影片与羽毛球资讯。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哦。